接生命，生命电视与您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这十个方法只在忏悔罪业才能发起禅定。第十法五神忏，还得具备禅定与空性智才能得以承办。这十法是渐进的，先经过前法的修持后，罪业自然会渐渐轻，禅定也能渐渐升起。忏悔分为示忏与礼忏。一、示忏又名做法忏、有相忏。示忏者分成择心忏、做法忏、取相忏三种。一，择心忏者，比如耐心不好，怕麻烦，没有尽心之类小过失，要自行择心忏。做法忏者，比如我伤害了你，我向你发怒忏悔，获得你的原谅后，就忏悔清净了。发怒的对象，除了被自己所伤害的外，也可以向高僧、大德或佛菩萨发怒忏悔。
三，取向忏是属于杀盗淫妄语的重罪，要忏到重罪灭却的几项。这重罪不只是今生所犯，也通过去世带来的罪业。常见的取向忏，比如修八十八佛忏悔文、方等忏、大悲忏、法华三昧忏。礼忏是无相忏、无身忏，亦名实相忏。礼忏是由礼谛通忏悔，礼谛是诸法本空的般若，所以要进入礼忏，要先具足般若空观。一，观普贤行法经说，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贵日能消除。观罪性本空的般若，即是实相忏。一切罪业都是由妄想所生，观妄想本空，入于实相，实相无相，所以了无罪相。罪相犹如早晨霜露，智慧的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三，一切罪相都将被般若实相所照破，这也是所谓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已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的道理。
观罪性无生，就是属于礼忏。重罪孽相。经过至诚忏悔一段时间后，大都能感受到业障有所减损或净化。这时会出现所谓有的灭罪之相。至于要多久才能感受到灭罪之相，乃依于业障轻重以及至诚心深浅而有差别。智者大师用五种情形说为重罪灭相的象征。一者，自觉身心清丽，身子比以前健康，情绪比以前安稳，心理上的烦恼也没以前那么重，身心感受到所谓有的轻盈。二者，得好瑞梦，或复睹诸灵瑞异象。智者大师修方等忏时，修到圣相现前，在定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大道场，自己坐在高广的大座上。口诵《法华经》，出定后，心神融静，爽利长日，身心比之前感到特别的清安。
三者善行开发，比如发起过去所没有也不会有的慈悲心，或待人处事上显出所未有的包容力。四者，于坐中觉身如云如影，应是见正得禅定的象征。于坐中觉身如云如影，这是忏悔后相应初禅未到地定的身心效应，以及由业障的净化加上勤修止观相应禅那，得以先证入未到地定，再由此深入诸禅境界。五者，复豁然解悟心身，善事法相，随所闻经即知意趣。这是业障消除，开发了般若慧的善相。过去无法了解的法义，突然就此相应明白了。再翻过去看过的经典，以前不懂的，现在大致都能懂了。忏悔的功德如此之大，但因众生在无明妄想的覆盖下，把忏悔一事只在做错事的事项上转。一心一意在维护自我的尊严与自我利益，
对自己的缺点都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对别人的缺点则在分别妄想下清清楚楚斤斤计较。为赞叹公开忏悔者之所以很少，乃是因为当中必须具备智慧之眼，才能看到忏悔的殊胜处。凡夫的心都是向外看，只看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盲点。圣者则是一心观察自己的盲点，不会在他人的缺点上做文章。就如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浊，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生命电视草屯中心中华民国社团法人草屯静安府慈善会联合举办观音超度及推广殊食飨宴暨小蒙山施食祈安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地点南投县草屯镇东美街64号对面，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敬请佩戴口罩。凡是在地上行走、爬行、生长的生命，都应该自由成长。
因为生命有不受威胁、残害的权利。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今天是六斋日，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观听歌舞，不非食食，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阿弥陀佛。